诸位今日都春风满面呐！啊！哎呀，诸位，今日冬至，按例本该在宫中与皇帝、皇后相庆，可皇帝、皇后不喜热闹，故让太子殿下在东宫为诸位设宴，我们才有机会与太子殿下齐聚一堂啊！所以这第一杯酒，敬皇帝、皇后。 敬皇帝、皇后，这才短短20载，皇帝、皇后便创下了这开皇盛世。我杨素今日便将这话说开了。若在座的诸位，能像支持皇帝、皇后那般支持太子殿下。 我大隋日后必会荣盛至极，乃至中原从古至今前所未有的荣盛。愿为殿下效劳。故这第二杯酒，便要敬太子殿下。这一路走来，甚是不易。敬殿下。好，好，好，来喝。 这第三杯酒，本宫敬各位。若非各位鼎力相助，便没有本宫的今日。各位，辛苦了。来，敬殿下。敬殿下。杨御史，辛苦了。 殿下，辛苦了。夫君。 你为何这么傻？夫君，夫君，夫君。 父君，望佛祖保佑我的孩子们平安喜乐，康泰祥和。若有何不遂之事，便报应在我身上吧。皇后，皇后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您快去看看吧。 皇帝来了！你们的皇帝来了！这些人呢？你们一个个杵这儿做什么？你为何不跪？你见到皇帝为何不跪？你们都杵在这儿做什么呀？你们竟然敢不听朕的！夫君，你竟然敢行刺朕！你是何人？ 你想行刺朕？永儿，谁是永儿？我不是永儿，我是皇帝，我是皇帝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苦其心志。我必还君一个正室天下。我必，永儿，永儿，你看看我。 我是母后，我是母后啊，我的永儿，你听母后说，不做皇帝或许更得安稳啊，永儿。不，我要做皇帝。
兄弟失和，为皇位相残。